各位好，又来了。本节目高端小气，热衷对一同游戏节操略低，观点偏激，偶尔中立。众所周知，富二代是我国人群类型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我国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屌丝为主体，多种阶层共同发展的重要补充。最近，为了加强对他们的思想道德建设，政府给他们开课了。一堂面对着福建民营企业家孩子的特殊培训课呢，不久之前在北京开课了。来自全国各地闽商子弟70多人参加了这一次的授课，最远的呀还有从台湾和西藏等地赶来的学员。开课前半个小时啊，大家先是吟诵《孝经》，读一读国学。让富二代们学习儒家文化，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卵用。富二代听到儒家就谢了好吗？人家都去5星级酒店的。但是呢，这个班级的班主任并不灰心，他希望通过传统的力量感化他们。据说在每天上课前，他会组织大家背诵《孝经》。我思考了一下，这其中是有潜台词的。《孝经》的第一句是：“朕闻上古，其风普略，虽因心之孝以蒙，而资敬之礼有减。”我听说以前你们挺傻，虽然有孝心，但是不懂怎么表达。其实多孝敬点钱，礼数就可以免了。在背诵完《孝经》之后呢，他们就会吟唱他们的班歌：“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。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”我觉得这首歌不太能表达富二代的心境，应该是：“钱有百亿，房有十，车有百辆，卡有万。若是不用去上课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”这样才对嘛。虽然我前面觉得这一切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想赚钱，一个想花钱认识点朋友，但是关于为什么要开这个课，我们还是要听一下官方的解释。据说是为了避免儿子只懂得吃喝玩乐买买买，很多富一代的企业家主动向当地政府请求的，然后就开始上课了。呵呵，如果通过几节课就可以遏制住他们买买买的欲望，我建议下一步这个课程应该快点走向平民。我先给我女朋友报一个。那这个课程到底有没有用呢？据这个培训班的班主任尤小波介绍，现在这些孩子们的责任意识已经明显提高了。他举了一个例子，有一次培训结束，学员们约好要一起去吃饭，自己呢按照班规制定了规矩，迟到1个小时罚款1000元，缺席的直接罚款5000元。而作为班长的学员由于事先忘了传达这个规定，于是自己主动要求自罚20000元。而在班长的带头下，一场聚餐收下了罚金达到40000元。这的确让他们知道了责任和担当，遇到事情要勇于去解决，勇于用钱去解决。但是不管有没有用，以后像这样的课程可能会越来越成为一个趋势。统战部表示要为中国富二代和年轻企业家们树立行为规范。中国的年轻富二代通常和负面形象联系在一起，如娇生惯养、傲慢自大、任性等，他们引发的争议经常成为新闻头条。统战部在网站上发表文章称，有些年轻人只知道自己有钱，却不知道钱从何处来，只知道怎么炫富，却不知道如何创富。统战部表示将通过教育引导他们不断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。这事为什么由统战部来管？规范富二代行为这种大事，难道不是应该交给朝阳区群众吗？群众太忙了，顾不过来。哎，看来还是得我出马呀。以下是富二代行为规范草案，请大家监督指导，投票表决。备注：身价1000万以下的人只有旁听权。第一，自尊自爱，注重仪表。是的，指的是开再好的车也得看好仪表盘，时速到190就别加油门了。第二条，诚实守信，礼貌待人。说你爸钱哪儿来的，是不是当官了，有没有贪污，有没有腐败。这条要不先拿掉好吧。第三，尊老爱幼，团结互助。要先富带动后富，让其他人也有机会可以富起来。等等我这么多人，那这条也在意好了。第四，要服务群众，奉献社会。指的是我一个，那这个也当我没有说过好了。其实现在有一个怪现象，只要带有富二代这三个字，很多消息就自带负面效果，而且不由分说。在环球时报解读统战部指令的报道中，以王思聪说我的择偶标准就是胸大为例，来表现富二代的急需整治。
老公的最新择偶标准是什么呢？很简单，胸大的呗，什么的。哦，开玩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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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没有，我觉得这东西看感觉吧。除了胸大之外，就没有什么具体的标准了。跟你说了，这段剪掉，剪掉。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在开玩笑，好吗？但是就是因为王思聪富二代的身份，所以大家基本上相信了媒体报道的版本，也没有人去追究消息是不是真的。聪聪哥哥不用谢，实在想谢我的话，我的账号是37028。所以说，在这里我要给统战部一个小建议：想要扭转当下社会对富二代的负面印象，首先要号召媒体们正确的引导。怎么说呢？比如隧道里法拉利和兰博基尼相撞，他们完全可以写成富二代放弃千万资产走向光明，那这结果就不一样了吗？好，接下来是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、信息量大又不要钱的有点新闻。之前说完高考作文，很多网友让我也关注一下中考作文，于是我就去关注了一下。今年温州的中考作文题是月悬高空，朗照千年，照关山万里，照庭院篱墙，照书中古人，照眼前你我情谊，月亮离我有多远为题写一篇作文。出题老师您好，有多远您就滚多远好吗？最近呢，在微博上掀起一股反手摸肚脐的活动，原因是美国有科学家发现女生能反手摸到肚脐证明是好身材。美国科学家就没有一点正事可以做对吗？最近呢，印度某市准备实行正确撒尿有奖计划，如果人们不随地撒尿的话，去公厕就可以获得一个卢比。哇，从此以后尿频尿急也能发家致富了。日前国足发布了世预赛的震撼宣传片，主题是不要轻视任何对手，感觉应该改成不要被任何对手轻视。近日美国某网站众筹340万要去太空上拍成人电影，关于片名我已经有了一个小建议，就叫人类飞向太空之日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又来了，欢迎扫描我旁边这个巨大无比的二维码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，另外可以关注本人微博游志东 Anthony。 要想第一时间了解节目的更新情况，可以下载凤凰视频客户端，搜索又来了节目专区，然后点击收藏就可以了。下期节目我们再会。